爸爸妈妈，我很我要很饿。根据我们在这儿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问题，请坐。谢谢。哇，哪是谁？他是我朋友。哦，您好，请问你贵姓？你好，我姓李，叫云鹏。你呢？我姓林，叫罗兰。他是呆呆，这是女儿。认识你很高兴，认识你们我也很高兴。妈妈都好吗？谢谢，他们都很好。你是中国人吗？我是中国人。你喜欢不喜欢京剧？当然我很喜欢京剧。你有时间吗？我们一起去看京剧好吗？抱歉，今晚我很忙，我有很多工作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是律师。我懂了，律师都很忙，加油。谢谢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大家坐很久了，请问你要吃吗？请再说一遍。请问你们要一样吗？我们都要吃鸡饭。我要可乐，谢谢。咖啡，谢谢。我也要咖啡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越真，我的爱越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们都是德国人，你呢？我是中国人。哇，你们汉语说得很好。哪里哪里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王，叫嘉颖。你姓什么？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。姐姐，你学习什么？我的专业是汉语。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汉语教授。真的吗？我去跟他主持教授交换生，我认识一名汉语教授，他姓张，叫李。我也认识他，他是很好的朋友。他是我老师，他是很好的老师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唱歌？因为我爱音乐。抱歉，我们要走了。现在你们很忙吗？我们要去看京剧。我可以要你的名片吗？可以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有意思，哇，妈妈，你这好有意思哦。我要再来中国，因为我很喜欢京剧。我也会再来中国。我很高兴听你们怎么说，你们可以明年再来中国。我当然要。好，再见。
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